当学校不让带零食，从今天起不允许带零食进来，即刻执行。天王盖地虎，校长一米五。听说你这有货，来点什么？黄金焦香鸡腿一只，后会有期。总算到手了，啊，有鸡腿！哇！拿了吧你！时间暂停。穿越走起！幸好，原来你这么可爱呀，啊！偷吃零食，你是坏孩子！救命啊！家庭地位，都几点了还在看电视？他们好可怕！月亮不睡，我不睡，趁这一次向他们展示一下我的家庭地位。你还敢顶嘴？怎么着？看这么久累不累呀？要不要吃点水果？还不赶紧去！好累，儿子。哇，好小浪，想不到你家庭地位这么高。这有什么的？我妈每天都得和我请安了才能出门呢。哼。每次和我爸吵架，我妈就把他关门外，不让他进来。切，我只要皱一次眉，我妈就会自责哭一天一夜。到点了，得回家给我妈做饭了。庆祝母亲节，巨蟹座，妈，累到怎么样？摩羯座，儿子，今天是妈妈的节日哦。哦，礼物在桌上。狮子座，嘿嘿嘿嘿嘿，双子座。你身体还好吧？晚上睡眠质量怎么样？胃口还不错吧？射手座，为了庆祝母亲节，我要带你去遨游世界。双鱼座，祝世界上最美丽的妈妈节日快乐。天蝎座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随便买的。白羊座，谁敢说我妈不好，我跟她拼了。金牛座，处女座，妈妈您辛苦了。天秤座，优秀如我，一定是妈妈的骄傲吧。水瓶座，妈妈，你猜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？校园里不平凡工作者，阿姨，多给我打点肉。够不够，小伙子？够。阿姨，来粉虾。够不够，小伙子？阿姨，你手能不抖吗？莫小莫，你的菜怎么这么多？打烊了。阿姨就把菜全给我了，我去盛碗汤。我也去。我们的饭呢？看那儿。还得是大爷啊。谢小黑，你干嘛？大爷挺辛苦的，我帮他分担一下。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嘿嘿，够不够？